现在就要去港珠澳大桥，然后这港珠澳大桥呢是宽度全世界这个横跨面最长，然后钢体结构的桥洞也是最长，然后海底隧道也是最长，三个最长的斜拉索桥，所以特别壮观。而且这个桥呢是我们居里全程都有参与到工程。那已经上了港珠澳大桥了，哇，这就是一直想期待要看到的世界上最长跨度的跨海的大桥，55公里长。现在一直在往上走，这个就是斜拉索，哦，是完全靠一个力，给我一个支点就能吊起地球。哇，好漂亮！这就是海底隧道，然后是跟刚刚的跨海大桥连在一起的。这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。我现在要去慰问一下乐团，就是整个我们会在这里五一的特别节目的慰问乐团的，还有一些表演者，还有我们要开整个建造大桥的工程师啊那些。好，请让一下。使命与梦想，奋斗新时代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圣依。2019中国梦，劳动美。五一新年新特别节目，我们不见不散。祝大家劳动节快乐！劳动